粤港澳戏剧合作展演5月10号正式启动，六部由粤港澳联手投资制作及港澳机构原创的戏剧作品，从5月10号至7月20号起在广东艺术剧院共演出13场。本次展演中，广东省演出有限公司与香港机构联合制作或投资的剧目有由香港著名编导高志森全新打磨的音乐剧《广东仔黄沾》，尚未正式上演就已经在广州等湾区城市引起了广泛关注。广州本土制作的多媒体粤剧舞台剧《我的前世情人》联合香港的机构共同投资，首次引入内地的大型明星版舞台剧《秘密》中，有广东观众熟悉的李思琪、米雪、夏雨、阮兆祥等影视明星参演。非凡娱乐实时报道。